非常的帅，非常享受。我想说什么呢？咱们杨仔其实萨，我想很多朋友不太懂啊。萨克斯这个东西不是你把调吹对了，或者你把这个那个声音吹出来就是牛逼。更重要的是，它里面富含的更多饱含的情感，让直接能让你啊心里听得特别的舒服，这才是高手。我觉得咱们杨仔这个萨克斯，我想说是做到了，他做到了啊！当然是没谁了。杨仔，这样吧，要不然你再来一个这个悟空，能不能来？有空一点。悟空行吗？这个没谁了，漂亮是一只温柔的猴子啊。卡萨布兰卡能不能再吹一段？有朋友比较有档次啊。卡萨布兰卡，哎，那个杨仔瞬间会吹吗？会，瞬间也会。我去，没有你不会的。这都是后面那个萨克斯曲。萨克斯曲是吧 ？OK。那瞬间也没听过，等会你来一段。来一小段就行，来一小小段啊。那先来个这个卡萨布兰卡，来一小段。内心的淋漓，可以告诉thank you.
二零，你写的还叫猪。还有刚才有还有一个什么，最后一个什么来着？瞬间，瞬间啊，给来一小段啊，来一小段咱们就行了，辛苦了杨仔啊。好听啊，感谢嘎嘣脆啊，昨儿重现就别点了，太简单了啊，我都会吹、啊、要不再来一个流行歌曲那种的，反差大一点那种，平时咱唱过的什么的那样的。刚才说哪个啊？这个反差行啊。啊，行，来一个啊。这吧，有朋友说这没戏了，太好听了啊。